开始喽！万圣节快到了，我们帮他们买了万圣节。万圣节服装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万圣节服装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噔噔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恰吉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件，帮我打开一下。哦，这件真的是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给雪卷跟花卷穿，但是不能让他们看到对方。我们让他们打扮好之后，再让他们互相见希面，望然后看一看他们看到对方的反应是如何。这一只是蜘蛛，所以我觉得花卷好像比较适合蜘希蛛。望这一件是蜘蛛装，所以它的脚非常的长。希这一望。只的恐怖指数是普通，还有另外一种咖啡色恐怖指数比较高。这个脚要把它拨开，脚拨这开个来，脚。对，脚要拨开来，对对对，要让它有一个蜘蛛感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这个蜘蛛就是有脚八那么只长脚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进来了？这个蜘蛛脚要这样展开，这样子，要一个蜘蛛的感觉。好像是要这样子，就是你要让它 你看你后面有个什么东西？展开的感觉。才又进来了，花卷为什么要进来？我不能让他们看见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蜘蛛的衣服先塞好。这是花卷的，对，这是喷喷的，这个先调整好位置，像这样子。这样就有蜘蛛感了，然后猫咪穿的时候就很恶心，就会 kimo。对，还蛮恶的。恶好，我心们指的数，恶心蜘蛛上衣已经完成了，等一下就这一只是花卷要穿吗？这对一件啊，花卷要穿因为好，这个有点花，好，那这个我们等一这个是下。狗的，good dogs，猫狗都行，这个是一个都可以哈。这个我已经塞好了，你看一下，刀，这样有没有恶心？有。哎、欸，好大一天的，好恶！好，那这个等一下给花卷来，先穿帮哈。雪卷穿，我们要先帮雪卷穿。去抓一下这只恰吉。哎、欸，猫还有假发哎、欸，你对看，啊，哇塞，来，我们要来帮雪卷穿一下哦，厌世的大胖子。厌世的WD。哎呦，我天哪，他最近又变重了。他真的变重了嘞、他看到那个衣服，他惊恐的脸。你咋滑倒了，大哥？你咋跌倒了？你咋了？哎呀，是这样子穿呐、啊，这个脚直接从这里经过。说说。不行，我要正面的，正面比较好好，用。你先用。好，来。的脚夹进哎、欸，等来，一下，有一只进来了，我去把它用出去。你把它用出去，我出先去看。啊！你咋我开关门门，的？关门，关门。哎，你先出去呀、啊！你们不要进来呀、好，我给它这样子比较好穿。抓卡蹭，这个抓胖胖。阿敏感觉是100个不愿意，这衣服被大家讲太小件了。不会，我们上次不是试穿过？你是买最大号啊？最大号的可以到很大只的狗。哦，你是买那种小型犬？对吧？哎、欸，最大只的狗穿得很可怕、欸，会 一个超大下级、欸。哎呦！那 你后退一点，我要把它抱上去给你看。
哦，它越来越重了呢。然后还有帽子。哇塞，他的手啊！啊！还有我们的假发戴上去才会像哦。恰吉假发。对。恰恰恰。恰恰恰。恰恰恰，我们看一下你的，哎呀，你怎么躺下？站起来呀、啊！嘿，哎哎、看一下，看正面才会像。嘿，抬头。哇，你太可爱了吧！好，那可乐死。现在怎么办？你要先把雪卷放到他的房间。不是，不要，不要。他叫他在这一间，我们拿衣服出去帮他穿。可是他会出去耶，他开得了门。他不会，他只会从外面开，不会从里面开。好，那你在这里等着啊、哦。啊，来，你跟我来外面， okay. 关起来。来，花卷换你啦。花大姐，来。这应该比较沉一点啊。他自己看得到惊吓。那我帮他穿，你帮我拍。啊、你帮我拍。你帮我拍。花姐，花花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花姐，好像是，花姐都不进去了，啊，花姐她大的，你怎么抓到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中反了，花姐中反了，再给我机会。你穿上去，它就会不动了。应该就是布织布啊。对啊，感觉是好阳春的、啊。品质有点。对啊。有点抱歉。这品质怎么回事、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它穿好会往前冲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掰一下脚。哎、欸，这个脚太高了，没关系，高才矮，能够着地。这样才会像蜘蛛在爬啊！对，等一下看到一个大鸡鸡，大鸡鸡，大鸡鸡，好恶心哦 ！Kimo， 来了，放开会冲哦！放开会冲，也是很快啊！很可怕的暴冲蜘蛛怪吗？会。多久你会变成一只暴冲蜘蛛怪吗？真的吗？来来来。来哦，放开它！你像我让蜘蛛的脚比较……它想要你，它好恶心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它的脚烂了，好可怕！大仓蜘蛛怪，蜘蛛精，大仓蜘蛛怪 ，Are you ready？ 等一下，我把它粘好了。你的蜘蛛精，它的脚变形了。近距离，我觉得品质没有很好。近距离观察蜘蛛，紧急的蜘蛛啊！的，紧急的蜘蛛，好紧急的蜘蛛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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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呦，你为什么要一直跳上来呀？我帮你抱，我帮你抱。我们要把椅子都收起来，不然的话它都一直跳到椅子。哎呀，别抓吧，你们在拍的呀！哎呀，你在这上面看起来像，你就一个头。好了，他要冲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把没有没有，你要把花卷不是不是啦，你要把花卷，你要把花卷带进去给学姐看啊！快，你要把他的蜘蛛脚整理一下，塞抖一下。再抖一下他的蜘蛛脚，这样子可以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来，等我一下啊。雪雪现在是被闭着的。好了，对了，放到后面去。雪雪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把他面对花卷去。雪雪，你看一下花卷。再抖一下，再抖一下，没有，因为花卷没有跑，他不会怕啦。来，再抖一下，再抖一下，再抖一下，再抖。
脚、喔。蜘蛛非常淡定的。学姐，你也太淡定了吧！你这次恰吉没有吓到别人呐、啊，你。花卷好像有点大。花卷，哎呦，你们两只真无聊。我要使出我秘密武器了。好啦，这是学姐花卷的万圣节，万圣节服装。你咋没反应啊？来了，那给他们万圣节礼物吧。要出来了。哇，万圣节礼物呢？打开了哦。哇，哎，这个是口罩，给你们戴的，戴好，防疫破口。哎，不行，那是要给人带的。然后糖果也是给人吃的。让我吃。然后我们有什么肉块？这是肉块吗？我以为它是鱼。肉块，然后鲑鱼。虾给。还有什么？鸡肉吗？鸡肉的。鱼肉。那你要给他们吃什么？鱼。这个。然后这边还有罐罐。罐罐给他们当主食。罐罐先。好，罐罐先不要。那我们先开一包就好了。这个一包两只鱼，这个是那种肉泥的，肉泥吗？还是你要给他吃一块鱼的？一块鱼两个吃，一块鱼两个吃也行，一鱼两吃。好，来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我想到一个方法。你打开，他们就从远远地方走过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拍到他们晋级的走路。好，我们要到外面去。开始，开始。闻得到了，再闻一次，太远了，来来来，放了，没有，我要两只一起过，太可怕，他们闻到了啦，那么香，好，你给胖胖闻一下，他们胖胖，好来 ，Hello， 我去给他们闻一下，好闻一下，闻一下就晋级的冲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晋级的蜘蛛，晋级的大蜘蛛，来吃。胖胖要来了，进阶恰吉要来了，恰吉，他的脚是不是丢在里面？去帮他弄一下。哎呀，你没。我来了，恰吉来了，恰吉来了。蜘蛛吃蜘蛛，蜘蛛吃。你让他过来，过来。蜘蛛，蜘蛛。我完了，胖不吃。走了。啊！恰吉会走路，恰吉走。恰吉呀。恰吉，哎，恰吉走路了。恰吉来，恰吉，恰吉走路来，恰吉，恰吉我放这里，恰吉，恰吉呀、啊，哎呦，恰吉来了，哎，恰吉，恰吉不会走路，恰吉的头发还没胡子呢，恰吉，恰吉很香哦，恰吉，恰吉来这儿，恰吉的手勾住了。恰吉，这我蜘蛛比较会走过来。好了，让蜘蛛走过来，蜘蛛走过来，啊，走快一点，让它走，你要拿过来一点，它就会走过来。它就，啊，不是，蜘蛛走啊，蜘蛛，它缓慢的悠闲走过来。恰吉，恰吉在看，你看，恰吉在看。太极是不是没按铃铛的仪式感？我不吃，我不知道。蜘蛛吃了，恰极没吃。他想吃，他的帽子勾了，你要把他勒死？你怎么会去勾住啊你？吃东西设备拿了，他感觉没有按铃铛，他不吃。啊！蜘蛛爬过去了，蜘蛛也卡了。啊！你要吃了没？那不，啊！你在玩你的铃铛，来，下集吃饭，来按铃铛。
切吉，切吉走不出来，切吉不会走路的，切吉，切吉不会走路了，切。按铃铛啊，你要按吗？不然你再吃吃。哎、欸，他的假发怪怪的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假发，吃。哎呦哎呦，你看明明就吃。把假发拿起来好了，吃啊，吃干净点。恰吉要走路哦。我知道恰吉要在晚才会吃。那花卷也吃一些啊，花卷吃太少了。来坐坐坐坐，来坐坐，恰吉坐。那这，来恰吉走路，我没有空空来。走路。可爱啊，按铃铛才走路。吃，吃一样的，吃，快点来，蜘蛛，蜘蛛来，蜘蛛，蜘蛛，我来吃，我蜘蛛跑多快，跑多快，蜘蛛。我们看一下蜘蛛跑步，蜘蛛跑步了，蜘蛛跑步了吗？恰吉要过去了，啊！恰吉要过去了，恰吉，蜘蛛，就跟恰吉上面放的那个娃娃，谁会先过来的？哎呦，哎呦，恰吉走错了。哎呦，恰吉，恰吉，恰吉头发，帮他塞一下，恰吉塞一下头发。恰吉呀、啊！恰吉吃了，蜘蛛都没有吃。哎，地上那些屑屑要把它拿起来。我天哪，谁吃了？蜘蛛，蜘蛛，啊！蜘蛛最爱喝的汤。你等下擦起来哦。那你把椅子弄开，椅子弄开，他们才走得出来。英雄，英雄，嗯，来。哎呀，这里很多哟，快等。谁要来吃？蜘蛛，你走路呀，你不走路，你走啊你，蜘蛛。欸、不要那样子啦，那样等一下怎么清？你都把它弄在地上那样子，没有办法，你要擦哦、喔，你等一下擦哦、喔。来吃。他们应该饱了，因为刚才吃过饲料，根本就不饿。你吃。好了，这就是雪卷花卷的万圣。我不信他不吃。服装。来，鸡鸡，花卷应该饱了。鸡鸡是不想走路。帮雪卷的头发塞一下，他头发雪卷又想吃，帮他塞抖一下，头发已经歪了。你的头发跟帽子一样。雪卷，卷雪，就把这丢掉。你拍一下他的吃播，鸡鸡吃播。